flexible 哈，这个第一个音节在 F L E 我们念成 flat， X I B L E 念成 xible，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 flexible。flexible， 那 flexible 呢？这个字当作形容词，它的意思是灵活的、可变通的。好，我们看例句。According to the study, flexible work schedules can help improve job satisfaction. 好，这边的 according to 同学应该都非常熟悉了，它的意思呢，中文翻成根据。好，根据呢这项研究，这份研究 study flexible work schedules。好，这边的 flexible 指的就是弹性的， work schedules 指的就是工时的制度。Can help 它可以呢帮助做这一件事情，有助于做什么事情。好，那这边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用法，同学呢不妨可以把它记起来。它其实原本呢这个后面接的是原形动词，原本是因为它前面有一个不定词，但是我们习惯都把这个 to 呢给省略掉了，所以这边不要忘记了，这边要加上一个原形动词 help 某人做某事，这边后面要接原形动词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所谓的弹性工时 flexible work schedules can help improve job satisfaction。 好， job 指的是工作， satisfaction 指的就是满意的意思。好，那 satisfaction 呢，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 satisfaction， 看到 T-I-O-N 结尾的就知道它是一个名词，这个字它的动词呢就从 satisfy 这个字演变过来的，使满意的意思。好，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 flexible， 形容词，灵活的，可变通的。